皇帝，哇，这个皇写得非常的方硬啊，而且字紧凑到极点哦，一样上面粗下面细，然后这个也是膨胀起来，然后这个点也是切下来以后再折下来，感觉好像两段哦，一刀两段，但是也不能断得太明显啊，看起来不好看。诶，这很饱满，你看中间这个缝隙很小哦。努力把中间缝隙给弄小，哦，这是紧凑的一个要诀。努力，看到中间的缝隙都没有想象中来的大。看中间的缝隙没有想象中来的大。然后那个直画不是，因为它往左边伸了，所以它直画是靠右边的。那靠右边的话，这边长这边短，不在正中间哦。正中间你这边拉长就这个拉长就没有用。如果你在正中间这个拉这一段根本就没意思。就是因为不在正中间，所以拉过去才会觉得，哎，好像这个字有点深远的感觉。哎，努力维持，黄，